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要来介绍新的礼包给你们看咯，是这个兔子少女拉拉，台币170元才可以购买的哦，有蝴蝶结，还有可爱的双马尾头发，粉红色的小洋装，蝴蝶结的皮鞋，兔子造型的背包。本次开箱由风铃团长赞助播出的哦，拿到蝴蝶结咯，是兔子耳朵造型的，超可爱的，然后是双边马尾的头发，少女心喷发的萝莉洋装来咯，还有粉红色的蝴蝶结皮鞋，还有女生看到都会非常喜欢的兔子背包哦。开箱分享就到这边咯。姐姐好久不见啦，妹妹怎么啦？姐姐，我的帽子要跟你换背包。不行啊，这是妈妈买给我的兔子背包，跟我的洋装很配吧，你看。姐姐，你的背包好可爱哦。我不管啦，我要跟你换。你不跟我换，我要去跟妈妈说。哎，不要啦，不要去跟妈妈说啦，我跟你换就是了。今天的开箱小剧场就分享到这边咯，喜欢粉红色的你还是萝莉风格的装扮，千万不要错过咯。接下来就是抽奖送77钻石的序号活动啦，首先帮我按一个大大的赞哟，然后你要选择公开订阅，我会选择有订阅频道的粉丝哦。留言这边打上第一点，天天玩乐园游戏你玩多久了呢？第二点，我需要钻石序号，这个关键字一定要答对哦。然后得奖者，我就会发影片来通知你了。这一次送出八组序号，欢迎大家来留言参加咯。时间是从今天5月9号到5月10号的晚上11点截止咯，注意超过时间的话就不算数咯，祝你中奖咯，喜欢请按赞订阅咯，下次见，拜拜。